下次要录音，那你说是谁？我现在帮你把它搞定。嗯。放这儿，站住！帮我拿两片，他跑了。不要吃掉我！来，郭成，过来。等会儿，等会儿，先别说，都回头转了已经。你白头发现，你白头发现，好，我觉得可以做个团体了，现在。就是奉旨扬财，郑重的跟我们说，你们两个去死，听完了就不想吃药了。你行不行？哎呀，别找人嘛。奉旨说搞错了。那一定是跟你长得很像的人哦。有吗？好像没有。要给他，要给他。什么药？什么药？不知道，什么打胎之类的。别别别别别！我求你了，别看别人隐私行吗？就是里面有什么那些。哎呦，不是这个药了，拿错了。好多药。拿错了就可以看了。这个、胎的不要这个打胎。拿对了就可以不看，拿错了就可以看了。鱼一群交了。哎，首先你们这么是不对的，首先你找人不是，那你现在不想知道到底那个是谁吗？不想知道啊，想啊，那你自己问他呀。那你就问过他，我私下问过他了。他说什么嘛？他说不是，那个女生是不是单身。哦，那你是不是单身？那你是不是单身？我们都不知道你是不是单身。我保证，我跟你做女朋友，我从来不知道你是不是单身。我保证，我跟你说，首先你这么做是不对的。你不能只能抓行行吧，因为你让他们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做。你喜欢谁你就跟他们说嘛。对啊，你喜欢就说嘛。如果是可以本频道的，我们绝对不会这么搞。对对对，就是我们一定会非常的和谐。装行要否装行要你可以叫人出来给你卖了，我把他打一顿。按住，我卖谁了？你首先你为什么要乱肯定啊？没有没有乱肯定的。他们说是我，为什么要说是呢？你这不是害我吗？不是这个，他们说我当时在吃东西，你知道吗？这是个事实。就是抓行行其实好多了，但是呢，那个爱俊群那他妈的哪去了？就是完全在装东西的戏，不是？你说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跟你说这事儿，不是真不赖我。这呀，哪腿长骨了？我、哦、你知道吗？他是有一个心声，说你能不能拍我拍轻点儿？我哎呀，他把我当什么疼啊？啊，下雨了？没下雨啊？啊，会吧？我觉得到现在，可能未来，工虫他还是搞不清楚。把那个灭了，到底是不是喜欢？快烧干了，风姐表个态吧。把火拿出来。来，又来一个夜班的。他不算拿出来一个，我已经改了，改成倒班了。你知道吗？你喜欢谁吗？是吧？知道啊。啊，我也想说。这个是不是爽？不是，要是四的话你就回去吧。这个真不能说的东西。那你回去吧。好气了，我跟你调低瓶颈啊，以后工作不敢当了。为什么呢？首先你看着他们这么多人这么喜我，你也不说一声，你也不言语一声。这个你敬给他吧，这个开神敬给他。没事，帅总给你考评。烫死了，这事儿要成了，帅总给他俩脸都是 A。 没问题，没问题，你赶紧的。到底是谁？为了 A 呀。为了 A 呀。不能感觉吗？特别是我，特别是我，什么叫特别是你啊？人家喜欢你的错吗？老板娘，你今天是不是想死了？在这水，我不想活了，不想说什么。首先这事就怪你，为什么呢？为什么怪我？帅哥说是你就说是啊？他本来就是嘛。是可还是不是？你现在到底是太极拳？他跟你说了，我们都搞不清楚。我搞不清楚，因为他没。我们有两个问题搞不清楚。第一个问题，你到底有没有男朋友？我们搞不清楚。从来没搞清楚过。对，你有没有男朋友吧？你有，人家就我有没有男朋友，关你什么事儿啊？第二个问题，凤姿到底是不是喜欢你？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都把它理解成他喜欢你了，对吧？我们所有人都喜欢你。啊，但每一个人的喜欢不一样。比如狼哥其实也喜欢你，虽然你们每天都在斗嘴。啊，我内心的乐趣。我来问他，我来问他。我你喜欢。现在公是狮子上场了，来来来来。你喜欢狮子还是你当那个谁？霍峰林是不是？你说是或者不是？是或者不是？哎，有机会了，有机会了，有机会了。那你喜欢谁？你说他的那个，你说他的一个名字的拼音开头吧，就我们是 G 吗？我知道可以。是哥吗？但是你不能。哈哈哈哈哈！他们误解是我，明白吗？也没事。这有点难是吧？不是，人家就说有人爱慕你，这我觉得没啥事儿，人家不是骚扰你对吧？人家爱慕你，这有什么错？那犯法吗？法律哪条规定？不是，关键是不是他说的，你说的呀？这你说的，那我也可以爱慕你啊，对不对？这句话是逼出来的，逼出来了，逼出来了，逼出来了，我去！我可是都录下来了，我去！逼出的都是真相。通知表个态嘛！通知你都说是谁？竞争来了！已经有这么多后宫为你争风吃醋，你就表个态嘛！是今晚上最后祸首之一。我有人是我做。你能怎么样吗？人家有人爱慕你，是你的没有肯定了。你要正面看这个事。对啊，包括你爱慕他，有对他有肯定。对，你也爱慕他，大家都爱慕他，对不对？啊，对。我觉得吧，我们频道真他妈乱了。这种男女关系，我都搞不清楚，特别混乱。你相个屁！你跟小许的事情都还没说清楚呢。没有。啊，人家不用说清楚，要的就是要的就是这个。别乱说。你糊弄你自己。你们俩都私奔了，来来来来，你俩私奔一个，亲一个，没事，他男朋友今天不来了，没事，我跟你说，这个可以送公土的，不是，你先把这给我，你加上去，加上去，女主角加上去，这个出发，加上去，你们为什么私奔？不知道真相都没说出来，我们没有信心。先说你们俩的事情，你俩的事情说清楚。没了啊，两句啊，你们刚才不是讲两句吗？我就讲两句了。好冷啊！小雨说，小雨，可能大方点。说实话，你说你跟不是你今天和官二代之间到底什么关系？对，还有个官二代，我操，忘了。官二代表两句态，他们有什么可看的？这明显是官二代的工作服务，他们也是。来来交流的。哎，主角来拍上，主角拍上。同志，哎，不要私通嘛，你今天机会很难得。你们俩继续，我们讨论这个。哎，你们慢慢讲。小雪说两句。对，你俩咋回事？先把凤芝的真相给找出来。没有，他俩真相已经摆平了，没有吹我三个不是吧？你这样，他怎么情况啊？他确实说不是。那都是后来说的。是吧？啊！哎呀，可以喜欢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是当知道这个事情是假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是变沮丧了？没说到心坎上吗？但是我要说，是狼哥也喜欢的。狼哥为什么不去见叶婷吗？他喜欢的。不是，先让他。狼哥为什么跟那个？叫什么？宝马的张虫虫，死活还搞不定吗？因为他喜欢你。这么难搞不定啊！男的为什么要跟郑文当分手吗？因为他喜欢你。你坐到旁边吗？还是因为他喜欢？难道为什么现在还是单身？因为他在等你。OK， 还有吗？今天晚上还有几个呀？南哥，你表个态。南哥表态。亲一个。南哥一吻定终身吧。
有火灾这样，火灾还你的手指，这是那个滑翔，八岁下面都可以看的，不要说那种好看。哎，怎么样嘛？我觉得你那个活都挺优秀的。我当然是没有机会了。你也有机会，谁都不想干，你也有机会，谁都不想干，你完全就是。啊、你表个态吧，你表态行吗？走了。大家都很喜欢你，就是在大家的心中啊，你都是大家的女朋友。对啊，女神、啊，她是女神，就是全男女神，这么多情人，那么多。你要开一个会，白上会。风姐有话说。不是说吧，说吧，说吧，心里话说出来了，不要憋着。你看，你说你刚才说话是我们频道内部的，你不说就算了。现在这就证明不是我们频道了，那我们就一起帮你嘛，对吧？他都帮你，那我们帮你。南哥帮你上夜班。对啊，南哥帮你上夜班。说嘛，是谁？说了。不说的话就太伤害别人了。你不说的话，你就伤害伤同群，把所有人都给伤害。就大家为你开这个会，按手对，特别是来伤害我，然后我出来说事儿，然后你呢，你就在那儿保护你所暗恋的那个人，但是现在他都不在了，你跟我们不是他其实在保护你，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好保护的呢？甚至喝的还不够，来。干嘛？那是满了满了，有有有。因为你要陪他喝呀。那来来，那你干我谁？是不是特略？那个。是吗？那就是因为想起他了。还有一瓶酒谁的？哦，我懂了。血统表态。我手机呢？我手机呢？我这。来，把我给拽进来，然后不知就深意的看了他一眼，然后。自己默念了一句策略，策略就是牺牲别的人来保护你所恋爱的那个。对，你说的很对，你还没懂吗？像是对什么策略？欲擒故纵，什么策略？欲盖弥彰。你想，如果我说假设，如果当时我们说是真的，大家把矛盾指向你，让你很舒服。对，他在矛盾你。真心喜欢你，会怎么想？会让你舒服，对，让你舒服，宁愿把矛盾指向另外一个方向。懂了吗？策略，策略，不懂就好。其实我觉得这招录像只需要前半段就够了，以后会懂的。没什么可看。嗯，没什么可看的了。我觉得咱就像那种少林寺的扫地僧。赞赞表个赞。然后赞，等一会儿就会冒一句出来。赞赞，你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啊？这个事儿你怎么看？我存在围观的。不是，赞赞，等会儿我们都在吵的时候，赞赞说，其实我喜欢工程。我至于吗？我你看每个每个公司的扫地神扫地神看不着我就拿这乱七八糟的还没有换小米真的喜欢我都准备真的他跟我说了好多次了喜欢没有问题吗要不你也脑残高端哥怎么能这么说高端哥脑残脑残你也脑残帅总都敢骂了，今晚回去看。不想混了。据说今天晚上好评。好久没见了。算了算了。好久没有公开，一不小心说的实话呀。我靠，一瓶啤酒自己都喝光。对。凤芝，你好好忧愁啊！来来来，喝完了。来来来，干啥干啥。哎，你别倒了，你再倒。你班倒了，上班上班。上班我能明天上早班了，我操！刚好一起了，一起了啊！好，哎，因为是有经验的，我给你解开，没问题。哎呀，什么？小蔡，对于我们这个你怎么看？乱七八糟的团队，你怎么看？你说啊，不要忙着在上面说话，你的什么啊？该采访的时候要采访。来说，我再看。采访小蔡，采访小蔡，怎么说？说。爱真的需要勇气。好，不愧是主，不是我的好徒弟。哎呦，你是不是该去
师傅说呢。你的好徒弟你他妈说了吗？你喜欢小雪也不敢说。是啊，他喜欢你不敢说。没关系，这他说的比较权威，你知道吗？新娘表个态。那你怎么敢说？你怎么敢说？新娘。新娘。是啊，别带。好吧，失态吧，有机会吗？一句话，有机会吗？他说失态就失态吧，好吧，灭绝。小徐呢？太乱了。看了叶薇还单身着呢。啊对对对。你喜欢公主吗？哎，这也叶薇是喜欢公主的，我们曾经一起见过他们在那个会中。哦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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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中午不跟你说了喜欢你吗？不要想转移话题。小旭真的，我们一直想知道，就是这两个二代还有没有机会？不是，他今天中午答应我了。我刚才已经原谅他了。我答应叶薇了。对，答应我喜欢他。我操！今天一次性把频道的量全部花了。你专辑以后没要我了？没有。我们可以明天再挂一个头条，那个关系。就是把科技频道十几个人的报价都放在上面，可以。一年中做的报道都可以回顾一下，然后谁和谁配合，而且把那频道全部用黑幕一复制，就可以看到两个人之间有一条线连接在其中，红色的，我操，关系可以连关系图了啊。有一个聊天的大号转发我们，谁啊？雷军，说什么呀？他说什么？没有，他就转了。我昨天跟小米男说了嘛，他说不保证转，但是今天刚转了一个。哇，关系呢？两个二代肯定是竞争关系，对吧？我应该有几个红点，绝对是。关键点了。哎，保不齐他们之间也有交易吗？两个二代有交易，二代是有女朋友的，明争暗斗吗？二代有女朋友，暗斗陈仓。不是老齐，等把会开完了再说。好，是你我们莫南，你刚才是不是说你们俩把会开完了再睡？啊，跟谁呀？你刚才对他说会开完了再说。哦，你们俩把会开完了再睡。你们俩的事儿解释清楚了。我觉得真的。不，相旭，给个态度嘛，你到底对你们俩的事情做什么样的回复嘛？官方要回应。不是这样，有什么事情呢？这个、我来讲一下后面来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咱我们知道，知不知道？光二代肯定是不知道的，小蔡不知道的，吴明杰肯定不知道的。就是国庆的时候，这个小许就发了一条微博，他就说我和李书航私奔了，说我们放弃一切，放弃一切，私奔了。我看错了，别添油加醋，真的就私奔了。真的私奔了，而且然后李叔放条微博，我和肖旭放弃一切私奔了，而且时间绝对大于一个白天，你说包含一个夜晚呗？当天晚上他们俩在同一个酒店签到来着，这已经是假的好吗？在天津，对吧？天津的七天是吧？那地方大呀。然后在香港的时候，他们俩睡了一屋。这个我跟无数一个我们睡着了，就是不，这个是这样的，一共就只有两间屋，无数和木兰，肖旭和李壮四个人去了，无数和木兰一个屋，其他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不往下说这个。哎呀，后来那个酒店服务员投诉，说我们这边动静非常大。你们俩，对，他们俩玩啥呢？他们第二天他们没起来就是了。你们俩在他们装了个摄像头，特别嗨是吧？对，反正你们俩特别嗨。然后呢？你们俩就睡在一起，你们俩睡在一起迷迷糊糊的，然后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了是吧？对啊，你们干嘛了？
我们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我们就是让你们动静很大，突破了道德底线。上传到潮流上了吗？我都喝了一口，我觉得那个人真自己都也还好，那人不喝酒，咱们两个不喝酒，你喝呀，你行不行？也不算突破道德底线吧？你们两个呢？他们是从香港回来以后就不一样了。对。No， 哎，你到底是暗恋谁啊？我反应很大。他不是暗恋，是明恋吧？啥他妈过去坐那儿啊？我跟他说不去了。他不去呀、啊？啊？什么情况？南哥帮你上班，他说了的。我不去。通宵班南哥给你上。我不会唱歌啊，我去了丢人，这种不一样。不让你去唱歌，我靠！还让你去敬酒呢，你不去我给谁敬酒？去。我就抱着他，你们那么多人还不如把他挖出来吗？人家新闻点挖的不够深刻、哎、我先喝个交杯酒，还在挖，等我们呢，我们要努力啊。风志，说吧，你今天就坦白了。上班，上班，我爱上班。让你敬酒的，你刚才自己喝了一瓶多，怎么？走了，怎么这样？你就说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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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谁呀、啊？谁走了、啊？谁走了、啊？谁走了、啊？到底谁啊？点一下名吧。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人。哎、嗯。我刚才我去给你做了一下卧底，有点小秘密，你知道吗？说呗。就现在说，没事儿。是吧？说吧。大家都喝多了，都不记得了。你多了一情敌。啊！哦、啊。不说来不及了。来来，传线人上电。走。啊，招招出来，招出来，那就风风就打开，真多了一情敌，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而且你的情敌跟你的那个，我走了，一块走了，啊，我不起了，我跟很危险，没一块儿，没走到一块儿，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气的，量有点大，处理不过来是吧？只不过你跟孟楠的事情，我们已经都知道了。啊。那就像我这种，来负责。你也有秘密的。你别喝，别喝，别让他喝。就顾着吃，喝的还不够，所以就说，命令你去。哎，不知道你是谁呀、啊？你就坦白呗，坦白清官，老李就算。我不知道，我太吵。好，现在开始了，开始了。女嘉宾表态，表态啊。没有啊，这个真没有，这个真没有。不是，你到底怎么想？问他干嘛？问他呀。来，男嘉宾表态，这个、真的可以有。来，爱徒表态，说清楚啊。这个真没有。哦。说清楚要喝酒。我觉得小蔡胆子不一定有这么大。对。就暗恋嘛，刚来没两天，哎，那也不一定哦。不难，不知人知面不知心的，是朱豪的徒弟。哎，等等，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这个咱继续培养一下，好不好？没有给人家机会，给他一点机会，机会啊、好吧？异口同声啊！你们两个，好，只要关心下一代，互相唱先起。啊，我觉得他们俩确实蛮搭配的，说唱出神，相续和素琴。不要转移话题啊，帅总！手机都用一样的。那我跟珍珍爷爷也搭。那你们仨什么关系啊？正好互相。操你这中枪的！没想到扫地是像火锅。詹老师本来以为自己什么事都没有，然后膝盖中了一箭，火锅也能中枪。詹老师发表意见。他们詹老师说：“小蔡不要跟我抢红瓶。”然后来这一顿消失。小蔡用的也是那个手机啊。我那个差太远了，你们这台情侣机嘛是吧？舒华那台小雨的情侣机。小蔡，你下不是很多吗？来敬酒，说两句啊！来，我无话可说。被我们说中心事，不好意思。没关系，你继续努力啊！我支持你。你把你刚刚我们在车上的时候你说的话再跟大家说一下吧。车上，他就在车上就跟彭婷跟你们说呀。跟我们一起来，怎么在车上？他跟彭婷说啊，彭婷在车上，我被打给你了吗？我只听到他说，哎，你比我小，不太合适。
没什么不合适的，真很合适，好不好？年龄不是界限。对呀、啊。三三王满山。你们两个，你们俩长江后浪推前浪，浪浪拍在沙滩上。假的，哎呀，有点职业素质行不行？到底说了没有？但我不知道他。这叫忘年交，知道吧？哎呀。去年的应届生来了就和我们的苏杭带的这个私奔，今年的应届生来了之后直接就是。来来，你帮我看看，你是哪个行业？行业好吗？这行业。这俩我都记住了。张老师告诉我们。哎呀。我现在是真是忍心不苟，就是自己被告。对，木兰没有忍心不苟，木兰一直都喜欢这工程，对吧？是吗？木兰一直在无数和工程吸引。虽然说身体已经被无数占有了，但心还是像工程，对不对？身体是被谁？无数。我这么智能，为什么？风筝跑啊，不好意思跑，他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你看木兰刚才对你说那个，现在都冷淡，这学什么不一样了？嗯，舆情不一样。对，刚刚你对我好，现在你和我什么时候对你好？让我过来跟你一起做啊。凤芝，干嘛呢？回来，放凤芝，想清楚了，还没想清楚，到底表不表白？不带的表什么啊？哎，谁啊？啊，嗯，财经的吧。不在这儿，反正策略，哇塞，策略，策略，小女在路上，啊，小女也发了，雷军的吧，对，雷军发的，不，关键有人就是艾特雷军在，就他发的。